可以吗？谢谢谢谢。进去啊，是不是？谢谢谢谢。不会不会不会。本日执行湾安46号演习预演勤务，本所员警遇到民众前来求助，那该名民众表示自己的小孩2岁大的小朋友因为出现热痉挛的症状，需要紧急的到医院来就医，于是本所员警骑乘警用机车开启警鸣器来紧急的为其开道，那顺利在3分钟的时间内将其送到彰化基督教医院来进行了救治。怀孕34周，小姐有车子帮你提，34。没有，你坐在这边就好。目前第几胎了？第一胎。哎，你现在哪里不舒服？肚子很痛。肚子很痛。然后有点冒冷汗。有点冒冷汗。对。看一次。你有感觉有宫缩吗？我不知道什么是宫缩。他说他不知道什么是宫缩。你刚刚有没有落红，还是有什么症状？都没有。你说开是开车开一开就突然腹痛这样？对，他是开车开开突然。那你可以在这边先到稍等一下，对，我们救护车马上到。哦，谢谢。你看开车开到这边，然后身体不适这样？我自己已经身体不适，我硬撑进来的。那很感谢武昌派出所的警察，因为我没办法停车，那他们还帮我停了车，又叫了救护车。那所幸是假性宫缩，那感谢武昌这些协助我的警察，还通知了我的家人跟帮我停车，才没有让我就是发生一些意外啊什么之类的，真的很感谢他们。